我今天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和 Julie 买卖房子的经验。我认识 Julie 大概有十几年了。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，她刚开始做她的 real estate business。所以当我们决定从三藩市搬来 South Bay 的时候，我们就请 Julie 帮忙帮我们找房子。那个时候我们对 South Bay 的情形并不是很了解，不知道他们城市的状况，不知道学区的状况，所以Julie 带我们看了非常多的房子，也看从不同的城市，从Saratoga、Cupertino、 Los Altos、 Palo Alto 一路看上来，我们已经数不清到底看了多少栋房子。最后我们决定留在的城市，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的。我们很高兴我们当时做的那个决定。第一栋房子买完之后，虽然经过了2007年、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，可是我们的房子价值并没有减少。甚至我们在买第二栋房子的时候，Julie 帮我们在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找了一个很好的房子。买完之后两年后房子增值了很多，到我们最近的一次交易买了第三个房子。这第三个房子呢，买的时候是市场其实非常的热，很多房子 on the market 一下子就卖掉了，而且很多人都很难买到房子。可是我们却在这个时候，找到了一栋我们都很喜欢的房子，而 Julie 又帮助我们跟屋主谈交易，中间经过了一些困难挫折，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拿到了房子。我们很高兴 Julie 的帮忙，也很愿意分享介绍他，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 real estate agent。